对啊，不是火箭的历史，火箭的历史刚刚念过了。炸弹！炸弹错哇！他放了一个很大的烟呢。对呀、啊。你看这个烟囱这样子。对呀、啊。很像火箭吧？对呀、啊，跟火箭很像哦。枪。飞机场。飞机场答对了。好多念哦。就是前往美国国家暨航空太空总署 NASA。来，换你念一遍。小屁孩看上屁股发射，屁股发射被陨石撞到，扁一声，然后他的太惨了，都乱念。不行，这样乱念，要好好的念。这个是什么？这样子你就没办法成为太空。我没有要做啊。我没有要做外太空人。但是念书我们要好好的念，才能了解人家在写什么。来，你念一遍：前往美国国家航空暨太空总署。NASA， 对呀、啊，你看这样慢慢念就会了，哈、这个很多一次不会，我们念两遍，念不会两次念三遍，还有五遍慢慢 就会了，还有一百遍。对呀、啊，就像你怎么会念火箭的历史一样啊，对呀、啊，多念几遍就会。